小朋友，今天我们要用锡箔纸来画画。首先，让我们看看需要用什么东西。我们需要锡箔纸、彩色笔，还有形状，譬如说圆形或是正方形。首先要把形状描在锡箔纸上面。在这里，你可以用不同的形状设计自己喜欢的样子。设计好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涂颜色了。除了形状之外，我们也可以找别的绘画模板来完成这个作品哦。小朋友，你们想不想试试看呢？